你所爱，点亮火把。亲爱的火把家人还有新朋友平安，欢迎收看本周的 Torch News， 我是你的主播敦翔。身为一个火把人，在家里有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在这里我们除了鼓励你奉献金钱，也奉献你的祷告，把你所有的渴望都带到主耶稣的面前。我们鼓励你跟我们一起加入耶利哥祷告的行列，建造自己，建造教会，火把 3.0， 我们需要你。圣诞节，家人团聚的时刻，一个快乐的节日，这里有给予的行动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圣诞节还有一个关于家诞生的故事。回来就好，有家真好。鼓励所有的火把弟兄姐妹，在这里可以邀请你的亲人、朋友、朋友的朋友、朋友的朋友的小孩，在适合他们的场次都能找到家。岁末年终，你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好好祷告，展望新的一年。让我们大胆的求神成全我们的渴望，带领我们扩张。2017跨年祷告会，17拜拜18嗨嗨，让我们喜乐的迎接2018。今年的跨年祷告会总共有两场，第一场是12月31晚上7点钟，第二场是晚上10点钟。特别注意，今年的地点在许昌街9楼大会堂。你去过烈火特会吗？在那里，你的属灵肌肉可以变强壮，你的灵命可以被扩张，你的生命可以被点燃。现在你的机会来了。2018烈火特会时间是4月4号到7号，不需要住宿，早鸟优惠直到1月29，向你的小组长报名吧。我永远都不会忘在 T1 营会的时候，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刻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相信神是真真实实的存在，改变生命，从受装备开始。2018第一次 T1 营会时间是1月5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开始，一直到隔天的星期六晚上9点钟，报名截止到12月22，大家赶快跟你的小组长报名吧。接下来这个星期三早上一样有周三祷告会，地点一样在许昌街9楼屋顶咖啡馆。圣诞市集都到这个星期截止，错过你至少还要等一年。也提醒新朋友们，会后你可以到新人柜台，在那里你可以更多认识火把教会，我们也有机会更多认识你。祝福大家在今天的主日有丰富的领受。 Torch News， 我们下周见。